远看啊，以为是个海菊花，走近一看啊，原来是个河豚鱼啊，咱们赶紧把它挖出来。这种那个河豚啊，它是好看是好看啊，但是啊，不经过专业人士啊，咱不要碰它，它的血液是有毒性的啊。咱们嘿，看这个文蛤蜊啊，壳也是非常的漂亮的，那肉更没得说啊，呵呵，非常的有嚼劲。这里啊，嘿，有发现一个海虹，看到没？哦呦，哇塞，这个海虹啊，可真会扎根啊！啊，扎在这个贝壳上面啊。呵呵，海虹你们吃过没有啊？虽然它外表上看起来没有那么华丽啊，但是吃起来也是可鲜了啊。炒个韭菜、小辣椒啥的，那是一个得劲儿。在沙滩上发现这样的小鼓包啊，不是一个猫眼螺，就是一个大蛤蜊啊！啊，你看，哇，小白，哼，白蛤蜊啊，这是个。这个拿回家以后啊，需要放海水里静养的啊，它是需要吐沙的，因为它里边啊不吐的话，里边有沙，吃起来硌牙。哇，你们仔细看一下啊，一只螃蟹在这干嘛呢？看到没？哇，搁那打洞呢。你说，看到吧？嘿嘿，让我发现个正着。哇塞，出来！我靠，哼，哇塞，这个。哇，还是个母蟹啊、哦！哇塞呢，它可能要是打洞要准备要产卵了吧？可能。我的妈嘞！哇塞，老远就发现一个大赤眼红啊，搁那跑啊！这是忙着搬家吗？这是啊啊啊！哇塞，你说巧不巧？哈哈，哇塞，赤眼红！哇，你看这个螃蟹啊，跟别的螃蟹不一样啊，红里都透着紫的，你看。老远啊，就发现这地方有个贝壳，哇！这走近一看啊，哇塞，原来是个角螺，哇！你看这角螺好不好看？